糟了，我得赶紧教训熊啊，一起想办法救光头强。熊啊，熊啊，你个懒虫，赶紧起来！熊啊，怎么了，熊大？刚光头强在梦里向我们求救，说他被变异猴王给抓起来了，咱们得早期施把钥匙才能够解救他。那我们赶紧去吧。走，小心点，再过十多秒变异猴王他就会出现了。哦，我找到了第一把钥匙，在我们家的菜园子里。咱们分头行动吧。嗯，好的。这边是个地下室，我看看有没有箱子。哇，变异猴王出现了，出现。罐子打不开，哎，这有个箱子。我也找到一个开关了，它就在中间。快，咱们用手中的武器把它干掉。好嘞，我掏千刃。他血量好厚啊，你赶紧去找开关。好的。哦，又来一只。是打不完吗？干掉了，他掉了一把开关。哇 ，nice！ 我看看这间房子里面，快去找开关救强哥。两把钥匙。几把了？我这里也两把，还差六把。年糕。这边全都是罐子。嗯。还差五把。看看楼上，我怎么会出现在我后面？小心点！这边应该也会有把钥匙。哦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，解决了。嗯，我又找到一把。我这边好像有一把。哎，又找到一把。还有箱子，一起几把了？我这四把，我这三把，七把了。哇，我这里有装备，这里还可以往上爬。嗯，有个大箱子，我也找到一套装备，还一把钥匙。我也找到了一个。变异猴王还有三十多秒才出现，快快快快快，咱们赶紧加快速度。嗯，已经出现了。在我这边。喂，这边好像没有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箱子。哎，又找到一个光头枪，他被关在哪呢？我在那边，我看到了。哇，好多！你赶紧去找，这后门 boss 交给我。他又掉了吧，开关够了应该。走走走。哎，这里还有一把，快，这边。好的，够了吧？够了够了。看一下，哦，好多火箭炮。强哥，拿上箱子里面的火箭炮。嗯，走，咱们俩一起摧毁这里，炸掉他们的地牢。